啊，你会不会觉得最近越来越热了？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好热哦。嗯。Hello， 美人鱼，大家好啊！今天香谷爷的生日，我专采帮爷庆生的。好棒哦！所以你带礼物来喽？嗯，爷收到了，一定很开心的。可是香谷爷最近很少出来，而且他也好久没有出来跟我们聊天了。哎，对啊。我前阵子听说他好像不太舒服耶。嗯，怎么了？去年爷爷还很好啊。你先别担心啊，我去帮你叫珊瑚爷爷出来哦。哎，珊瑚爷爷，珊瑚爷爷，不知道爷爷怎么样了？珊瑚爷爷，原来是美人鱼啊！谢谢。你今天怎么有空出来玩呢？爷爷，你都忘记了吧？啊！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哦，生日，我都忘了。爷，你的礼物。哦，太好了。爷爷，我帮你拿。爷，你怎么突然全身都变白了？对啊，珊瑚爷爷，我记得我上个月看到你，你还没那么白啊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去年其实就已经有点白头发了，可是最近突然就全身白，应该是我老了。爷爷，珊瑚爷爷，今天是珊瑚爷爷生日，我们来唱歌吧。对啊对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说再见了，我会永远记得你的。爷爷再见，爷爷再见，再见。哇，好舒服的海风啊！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好漂亮的石头，把它带回家好了。鱼子，你快点，前面还有很多垃圾要捡呢。好漂亮哦，鱼正，你捡到这种漂亮石头，怎么不跟我讲啊？说不定附近还有哎。孩子啊，因为你忙着进滩，我却在旁边捡石头。哎，鱼正兄，你有看到我的样本吗？你怎么在玩尸体啊？尸体？你有蟑螂吗？蟑螂？哪有什么蟑螂啊？我是说那个啦。徐医生，你要吓死我！对啊，是珊瑚礁哪是种尸体啊？对嘛？哎呦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这下碎掉珊瑚礁就是死掉珊瑚啊！珊瑚礁不是石头。哎呦，珊瑚是动物，所以这些珊瑚礁就是死掉珊瑚的尸体哦。不然我们来打赌嘛？好啊，我们猜是石头。好，那我们出问博士啊。好啊。博士。好好好，我听到了，来，我们先到那边坐下。你们刚才是在讨论珊瑚呢是石头或者是动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让你们呢看一张图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好像是某种昆虫啊。我是觉得这不是外星人的。哎呦，我知道，那是珊瑚虫啊。珊瑚虫没错，徐先说的对，这是珊瑚虫啊。我们所看到的珊瑚呢，其实是很多珊瑚虫聚在一起所组合的。珊瑚上呢有很多的小孔，那每个小孔呢其实是一个珊瑚虫。哈，真的有虫哦。可是为什么珊瑚礁这样子硬硬的，这么像石头啊？哎呦，这很简单啊，因为珊瑚啊会分泌碳酸钙，堆积成钙质骨骼，这样越积越多，越堆越大，这样连起来慢慢就变成一大块的礁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珊瑚礁哦。哈，可是珊瑚既然是动物，那它要吃什么啊？珊瑚虫有很多触手，它会摆动触手捕抓海水中的浮游动物来当食物。另外珊瑚虫内有共生藻，这些单细胞的共生藻爱晒太阳，会行光合作用，
产生养分，传送给它的宿主珊瑚哦。听起来珊瑚真的是动物哎，本来就是动物啊，而且啊，珊瑚啊原本是白色的哦。不过啊，珊瑚活着的时候可不是白色，珊瑚会有颜色啊，是因为体内的共生藻会行光合作用，产生各种颜色啊。所以有珊瑚是红色，有珊瑚是黄色，还看过荧光绿的哎。不过等珊瑚虫死掉以后，这些共生藻就会离开，那珊瑚就变成原本的白色了哦。所以这一块真的是尸体了。这个珊瑚也有可能是生病死的哦。啊，生病？是啊，珊瑚生病呢会白化，最后就会死掉啊。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说这块珊瑚是得了白化病死掉的？有可能啊。不是，什么是珊瑚白化啊？这个哦，是。哎呀，身为小助理啊，你们应该主动自己去找答案了，不要老是烦博士啊。哎，不是啊，我们赶快去看我的课程，最后有没有问题啊？哎呦，太晚了啦。好好好，那你们坐车。哇，许轩真的好懂珊瑚哦。这没有错、啊。哎，欣柔，我们一定要找出为什么这块珊瑚会死掉的原因。No problem。欣柔，到这里应该有很懂珊瑚的专家吧？真的，那我们可以要走吗？好，你们从这边进去就是。不客气。叔叔好。哎，你们好。你们应该是来珊瑚王国馆参加益智问答的小朋友吧？来，照着这上面的题目，那答对可以抽奖哦。可以抽奖，那我要答。第一题是珊瑚是动物，不是植物。科学家是如何确定的呢？一，珊瑚不会开花；二，发现珊瑚会移动；三，珊瑚有动物的构造跟色食。你们觉得是哪一个？我选三。那我选二好了。好，你们看，这些就是珊瑚，那它不会移动，然后长得又很像植物，有的还很像花朵，所以早期把它当作是植物。但是后来到了大概18世纪，科学家仔细的观察，发现珊瑚是由这个珊瑚虫组成的。那珊瑚虫有触手，会去捕食一些浮游生物当作食物，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动物特征，才确认珊瑚是动物。那你们看这上面一颗一颗小小的，就是珊瑚虫。它虽然很小，可是它的触手很厉害哦。它有很多毒刺，那会发射出去，把动物迷昏了以后，再把它捕捉，那触手再送到口里面，当作它的食物跟营养来源。而且这些食物跟营养会跟其他的珊瑚虫分享，让珊瑚群体很快的长大。听起来珊瑚好凶狠哦。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三，余真答对了。那恭喜余真哦。那欣柔把答案改过来，就学会一个新的珊瑚知识。那我们来看第二题吧。那下列哪种珊瑚的分类是对的？一，形状有分长珊瑚跟扁珊瑚；二，软硬有分石珊瑚跟软珊瑚；三，长宽有分老珊瑚跟小珊瑚。我选一好了。我是想选二啦，可是我没有听过软珊瑚啊。答案就是二。那珊瑚的确是有分石珊瑚跟软珊瑚。那石珊瑚它有很多大量的骨骼，所以是硬的。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水缸前面，这些就是软珊瑚。你看它的外表非常的柔软，那只有很少的一些骨针在它的肉里面。软珊瑚看起来跟木耳或香菇好像哦。是，你看它的外观，有的长得就是像木耳或者香菇，那它的触感摸起来也是像木耳和香菇这样非常的柔软。那它的肉很多，那是有很多的小骨针散布在里面，那跟石珊瑚的质感跟外观有很大的差别。趁余真去洗手间，我现在答第三题好了，这样子就能先找到答案了。第三题是珊瑚是如何繁殖的？第一，珊瑚会产卵，
二，珊瑚会用出芽跟断裂来繁殖。三，复制细胞来繁殖。啊，好难哦。新人的话我都听见，我一定要比他先找答。好像没有看到怀孕的珊瑚哎。余正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余正，新人，第三题你们找到答案了吗？有注意到它可以复选吗？嗯。哦，其实第三题三个方式都是珊瑚可以繁殖的方式。那珊瑚的生殖可以分成有性生殖跟无性生殖。那无性生殖又有断裂生殖、出芽生殖很多种。那另外我们常听说的珊瑚产卵就是珊瑚的有性生殖。那每年农历的三到四月就是垦丁珊瑚产卵的大日子。来，我带你们去看珊瑚繁殖的样子，走吧。嗯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们养的软珊瑚，那你们可以摸摸看，触感就是软软的。真的是软软的，果然跟香菇很像哎。嗯。哎，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怎么样进行这个软珊瑚的人工繁殖吧。嗯。好，那我们走到那边去看。哎，这边就是我们在做珊瑚繁殖的地方。蓝博士，为什么要把珊瑚切开来啊？那我们现在就是利用珊瑚的断裂繁殖的方式，那将珊瑚切割成好几块，那这些小块的珊瑚我们再把它固定到瓷砖上面，那它就会固着在瓷砖上，我们把瓷砖吊成一串，那这样子珊瑚就可以进行大量的繁殖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水体的空间，然后让珊瑚长得又好又多。哦，哇，蓝博士，珊瑚宝宝，你不是说珊瑚也会生小宝宝吗？对，那在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现在过去看，走吧。嗯。哇，珊瑚也有小宝宝哎，好期待哦。对啊，凡博士说，珊瑚宝宝就是珊瑚有性繁殖出来的。每年到了春天的尾巴的时候，珊瑚就会把成熟的精子跟卵子一起排放到水里，随着海洋漂流的精子卵子遇到后，形成受精卵。就会发育成珊瑚宝宝，珊瑚宝宝着生后又会长成珊瑚虫，慢慢长成新的珊瑚群体咯。余正，你看这个就是珊瑚宝宝哎，好小哦，简直就跟灰尘一样哎，真难想象以后会长成这么漂亮的珊瑚哎。对啊，生命真是太奇妙了。你们看这个水箱里面有小丑鱼、雀雕、海参、海胆、珊瑚，那珊瑚礁提供了非常多生物一个很好的生存空间。太棒了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珊瑚礁有海洋中的热带雨林之称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的没有错，学得很好。蓝博士，为什么要富裕这么多珊瑚啊？因为全世界珊瑚礁面临到很严重的一个生存威胁，那有些研究显示，珊瑚可能在2050年大部分的珊瑚礁会消失。大部分会消失？为什么啊？是不是跟着睡到珊瑚礁一样走了珊瑚白化啊？哦，这一块已经是珊瑚死掉的骨骼了。最近几十年来，珊瑚礁受到很多生存的考验，那面临很严重的一个生存威胁。那另外像刚刚提到的珊瑚白化，也是目前全世界大规模珊瑚礁所面临到最严重的一个生存的考验。那像海水的温度过高、海洋暖化或者其他的一些污染啊、下大雨啊、土石流或者是油污染，这些都会造成环境恶化，然后珊瑚产生白化的现象。那以垦丁珊瑚礁为例，在2007年就发生水温超过30°C，数天甚至数周之久，那造成了当地珊瑚大规模的白化。好可怜的珊瑚，它们快要生存不下去了。而且是因为地球暖化哎，所以我们不能再漠视地球暖化问题了啦。嗯，要赶快拯救地球，拯救珊瑚。嗯，你们说的没有错，我们一起努力哦。嗯，那既然珊瑚会消失是因为全球暖化，余正，凡博士说，红色的海边下面就有珊瑚礁了哎。对啊，小小珊瑚竟然可以长到那么大，真是太酷了。嗯，是博士哎。Hello，博士。余正、新柔，看到珊瑚了吗？嗯，看到了。博士，我发现横村这里海边就好多珊瑚哦。没错，珊瑚礁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哦。
台湾适合珊瑚生长，所以呢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珊瑚礁，像是绿岛啊、南屿啊、小琉球啊、澎湖啊这些离岛，还有呢，恒春半岛、东北部，还有东岸的三仙台，你们都可以看到珊瑚礁哦。哇，博士，那这些地方的海水应该都很干净哦，这样才有珊瑚礁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适合珊瑚生长的地方要有四个条件哦。首先要阳光充足，其次呢要气候温暖，第三要有坚硬稳固的海底，最后呢还要有干净的海水哦。博士，听起来珊瑚好会挑地方住哦。台湾位在亚热带，正好是珊瑚喜欢的南北纬30度海域啊。另外会穿过台湾东部海洋的黑潮，也会从热带海域呢带来温暖的海水，这也是为什么台湾适合珊瑚生长的重要原因哦。哇，好棒哦！不过可惜，最近几年呢，地球暖化，海水变热，再加上呢海洋遭受污染，让台湾的珊瑚大量生病和死亡。好在有个地方呢，珊瑚被保护得很好哦，有专门的人帮他们做健康检查哦。帮珊瑚做健康检查？是啊，就在恒春附近啊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可以顺便去看看。我把地址呢传给你们哦。嗯，谢谢博士，谢谢博士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收到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嗯。不晓得博士说帮珊瑚做健康检查的地方还远不远啊？嗯。哎，你看这间国小，好可爱哦！真的，好有海洋风哦。嗯，很可爱。嗯。花姐呢？陈老师在等我们的。可是我们还没有拿潜水衣耶。潜水衣需要，我们等一下拿水，需要证照去拿的。你们要去潜水吗？好像很好玩呢。嗯，才不是要去玩呢，今天是每个月帮珊瑚做一次的健康检查。走了，帮珊瑚做健康检查，可以带我们一起去吗？你们会游泳吗？会。好啊，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海边浮潜，那你们也来吧。嗯。那潜水的时候需要带什么东西吗？浮潜。哦。2、3、2、6、10、1，好来靠拢。啊，各位小朋友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后壁湖保护区。我们今天来做什么呢？没错，珊瑚礁对我们恒春以及全台湾来说都很重要。那知道为什么呢？来，后面那位同学。珊瑚礁是海洋很重要的生态系。哎，好好好，来你。这样小丑鱼和条纹翅盖鱼还有海牛才有地方住。还有，来你。因为珊瑚很漂亮。各位讲的都没错。啊，老师手上这个珊瑚，它经过台风。还有人为破坏或污染，它就死掉了。其实，珊瑚有没有是没有寿命限制的，它可以1000年、2000年啊，都是不会停止的。所以，对珊瑚的保育更为重要。那等一下，我们就到那镜湖里面去看看我们的珊瑚礁有没有生病啊，是否健康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下水了，来，好，面镜戴起来。好，不错，好，走，我们下水了。师傅，一阵你看，大海里的珊瑚礁就在我们眼前哎。对啊，这里有好多好大的珊瑚礁哦，还有好多好多的小鱼跟海胆，还有海葵哦。欣柔，我看到小丑鱼了，超可爱的。哎，还有这个是沙姆精灵鱼。不是啊，它是来欢迎我们的。你看它好奇的样子多可爱啊。哎，鱼正。你看，陈老师发现垃圾，垃圾要赶快清掉才行。陈老师说，他们常常来这里巡逻，清理海里的垃圾。你看，前面那里居然有垃圾袋，卡在珊瑚的上面哎！再不赶快清除，珊瑚就会有白化的状况发生哦。还好有及时清掉，不然这块珊瑚就要死掉了。说起来，后壁湖保护区里的珊瑚礁真的被保护得很好哦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禁止捕捉海里的生物。可是为什么陈老师在捡海胆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赶快上去看一看吧。
小朋友，刚刚浮潜的时候看到珊瑚礁，美不美？美。啊，既然很美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。珊瑚，我们现在看到白化的情形严不严重？来，后面那位同学。有些严重，有些不严重。我看到许多白化死掉的珊瑚。没有，都很健康。珊瑚白化可以当作珊瑚礁健不健康的一个指标。那另外，珊瑚礁的生态系统健不健康，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作我们的指标？海胆。陈老师，海胆健不健康跟珊瑚有关系吗？哦，关系非常大，因为没有海胆，也许珊瑚礁就没有了。哈，没有海胆，可能就没有珊瑚，这么严重哦？对啊，马粪海胆原名叫做白极三裂海胆，它最爱吃海藻。可是如果海底没有海胆，那海藻就会大量繁殖，遮住了阳光，这样珊瑚体内的共生藻就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，也就没有办法提供养分给宿主珊瑚，这样珊瑚就可能会死亡。那马粪海胆真的很重要，希望大家不要再滥捕马粪海胆来吃了。嗯，你们知道马粪海胆名称怎么来的吗？不知道。啊，你们看，因为海胆很会伪装，你看，它们身上有珊瑚，啊，在海里面，因为它的颜色啊，伪装的又很杂乱，所以说叫做马粪海胆。我们在必须在一个小时内来帮它做体重跟它的重量记录，这样子就对珊瑚礁才能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观测的一个资料。好，看我怎么做哈。好，这个是体重计。好，我们先归零。帮海胆量身高体重，听起来有点搞笑哎。不过这些数字都能当作观察珊瑚礁生态系健不健康的依据，很重要哦。对啊，还有陈老师说，如果随机捡上来的马粪海胆跟喇叭毒棘海胆刺很少，看起来小小的不大健康，那可能代表这个海域的生态开始产生了问题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今天我们海胆记录完成了，那现在我们就把海胆要送回家了。